看月龙的后备箱，你那帐，你那帐帐篷也放里面了。我今天就在想要不要把帐篷搭起来。哎，这两天可以。是吧？这两天月龙。对对对对。万一下雨的话，咱们不行，把帐篷搭起来吧。月龙是不是之前来过这？搭起来吧。视频里面好像有。过两天还下雨呢。这是第三次了。我就说了。那一下午就搭起来吗？这样我也看一下。还要再住几天，到就搭起来。对。要不然他正好我也看一下，要好的话我也入手一个。气人，我把东西放在碗里试一下。啥意思啊？我要碗去掉啊！我就不信了，那么冷碗上去掉，我就不信了。小的也没钓着呗，一动是。小的也没钓着。你是看了月龙在那钓，但是搭起来之后没有啊？他早上呀，搭起来之后我想晚上在那儿煮吧。哎，你有煤气吗？煤气没有，我有电。我在我这不直接拿个电就在这儿吗？我买了很多菜，我晚上做羊肉。那就，哎呀，对，千万不要买酒，急死到你怀疑人生。为啥呢？天冷了，我简直想把它砸了。有很多 bug， 画面晚上的时候，然后总是死机。看看月龙的宝贝，噔噔噔噔，啥也没有。还没组装好正在组装，就把遮阳棚先打开，然后支架直接放在遮阳棚里面。我也是第一次看，买一个吧。就现在是搭支架，就这个大东西，还是忘了顺序了，没事儿。阿挺是说的好像我够高一样，阿挺脖子长主要是。架子支上之后，现在开始拉帘儿。哎，这是月龙这儿是反的还是正的？哪儿反了呀？没反。没反啊？对的对的对的对，肯定是这个帘儿在里面。啥呀？这个帘，对啊，这个帘肯定是在里面嘛。对对对，要在外面。哎，又扯断一个，啊？又从那儿针线能找到吗？找得到，但是不会死。又有素材，我会啊。门帘装好了，现在挂左帘儿。这也要插进去吗？这个上面带轨道的呀，都带轨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啊，正好卡进去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装这个，它这个对对这个东西嘛。那这个肯定抗风，抗风肯定没问题。你只要把地钉打好了，把遮阳棚拉着就行了。走你！哎，不行。真的不需要。行了吗？真不需要挨打。慢点，慢点。那梗住了。对，这个就像拉链一样，拉不到，千万别梗到拉坏。到外边来了。没啊，没有到。左帘挂好了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挂右帘，咱把它升到合适的高度就行了。这边是个拉链，往下一拉。除了房车神器梯子，进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大概有，这边是两米。这边是两米五，三米吧，算三米，五六平米吧，是吧，卡卡？你想出来是吧？不让。房车神器小帐篷搭好了，接下来拿出一个迷你小斧子，啊，不，小锤子，锤哪儿？来给我。啊？这锤到外边来。啊，就当铆钉呗。锤在你这个桌子的位置，你看看。啊？那搬，那搬一下就行。搬一下，稍微往这边抬。对，往一会儿不要搬进去吗？到时候里边还有桌子，一会儿到时候里边用我那个桌子就行。啊，外边放一个做饭呀，什么放菜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外边咱们也没东西放。对。接下来打铆钉，抗风。这个抗风没问题，关键那边是水泥地，就是你的这个。这个这边水泥地，这个它打不了。其实我用那个钻枪打个眼儿也行。
哇，响手啊，这锤子有点小。这底下钉了一圈钉子，牢固这个帐篷。可以了吧 ？OK。解冻了吧？嗯，因为怕咱们不够，这冻是应该不冻的，怕咱们不够吃着。嗯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做饭，羊肉。那是羊排是吧？羊肉是要炖多久？我是不是菜晚一点弄？啊，对，你晚一点，你可以提前。这个就切成块是吧？先把它切好就行了。OK， 来。好的话就很快。这活我行。现在开始切块，把这个羊肉切一下。羊肉味道大呀。切，把这个，对，把这个要，这其实是吃羊肉片，羊肉卷嘛。但咱们今天不够吃的话，就把它也煮了。哦。就切多大块呢？这吧，就这么大块。行。大一点稍微。哦，要大一点。嗯，要大一点。因为它已经缩水了呀。真的就是大一点好说，小的不太好说。哇，嗨，哎呦我去，这个桌子边不行，这桌子给压塌了，哎呦我去。哎呀，我去！这因为有冰，不好切。能切到吗，胡哥？可以的。嗯，因为我早晨就拿出来削了。嗯，再硬点就不行了。哦。哎，我梯子怎么在？你就别学了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调料的问题，是原料的问题。对啊，就跟肉有关，就跟原料有关系，就调料放啥，我们的这个肉啊是白水煮也可以，哦，主要是我是为了让大家吃得更舒服，所以放点。哎，花椒再来点，再来点吗？嗯，但是花椒是无所谓的。对，花椒好吃。这无所谓的四川人，一会儿吃羊肉有点麻。麻辣鲜香是吧？他们半仙儿的这个桌子琳琅满目，今天晚上有大餐吗？那白菜买了吗？这边在炖羊肉和肉肉。这边这叫啥来着？麻婆豆腐、西红柿炒蛋，还有那个肉球，那个叫什么？肉球？那叫啥球？那个反正豆腐皮裹着肉丸子那个东西，萝卜、白菜，塞啦。啊，今晚上吃大餐呢！看我们的半仙儿，那个小仙儿，这个小笼子你自己组装的？嗯。哎，你没那个网吗？没有，还有只有一个上面。哦。这个上面跟我那个一样，漏蚊子。对，漏蚊子。哎，你去的那个延边公路，你走完了没？路不好啊。我走完了。延边公路我走完了。我就走到这儿，走到晋西。我不说了吗？走啊，对，我走的白色差不多。对，就走到这儿。对，那边是走完了啊。一边走一边，到时候那个炖完了之后，来看一下我们仙儿大厨，起锅烧油，现在往里面倒盐，那个倒油。倒盐？你打住给我，怎么一做饭就倒盐呢？这是萝卜，刚买的炖萝卜吧。刚从田里边刚挖出来的萝卜。好，我们等会儿打算要出锅时候给羊肉里边稍微放点萝卜，这样的话萝卜又很好吃。鸡蛋，五个炒鸡蛋，不是炒西红柿，五个鸡蛋，五个炒鸡蛋。还有手，这两天这冻了，这两天太冷了。
在等我吗？我不等你，我等油热。我去，不要让我有点紧张。那不，